嘿，江江，今天我们来开这个熊本县特产的草莓哦。这草莓超大颗哦，这一小盒就要399，不是399吗？超贵啊，400块。那我们去洗一下，看看到底多大颗好了。好啦，各位，我们的草莓洗出来啦，我们来试试看看好了。哇，这个我拿这个最大颗的好了，好吧？我的手已经很大颗了。这草莓直接融入在我的手掌心里面啊，直接来试试看，直接抓住这个东西，抓它的饼。超甜的，入口即化的草莓，超好吃的。那是199，但是399真的有点贵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去日本买当地现场的那种农产店，一定更便宜。OK， 那我们草莓试吃到这边，喜欢呢，帮我按个赞，先这样喽，拜拜。